好啦，大家好啊，欢迎你嚟到呢个 Q.4 嘅 BenBenChannel 啦。嗱，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呢个题目啦。嗱，虽然短短地一条仔啦，但系咧你睇落都麻烦抽象噶，同埋而且咧你会见到有粒星喺度嘅，即系可能系一条比较深嘅一条题目啦，或者系比较一条麻烦嘅一条题目啦。好啦，嗱，事不宜迟啦，咁啊都一撇数字喺度啦，先睇到条题目先啦。嗱，咁叫做 given that 啊，而家咧呢嚿嘢都几核突噶，就系二啦 sin 九十度加 theta 再加七 sin 一百八十度加 theta。就再 over 翻成嚿啦，就係三 cos 一百八十度減 theta， 就再加四 cos 二百七十度加 theta 等於一 ，OK？ 咁佢就話 without finding theta，OK？、Okay? 咁就叫你 find the values of 啦，以下呢嚿嘢就係二 sin 二次九十度加 theta， 就再加七乘以 sin 二次一百八十度加 theta， 就再 over 翻三 cos square 就是一百八十度再减 theta， 就再加四 cos 就 square 就是二百七十度再加 theta， OK？ 咁啊，事不宜迟，攞张单子出嚟先讲啦。嗱，由于时间关系，科技都好先进噶啦，放定条题目喺度等你啦。嗱，老老实实咧，你都冇得好拣噶啦，原因就是咧，一开波佢哋俾咗条题目，俾咗呢一个咁嘅资料我哋啊嘛，咁摆明就攞嚟用噶啦。咁所以我就会用啦，咁就嗱，首先啦，我就会写啦，就会系二 sin。就是九十度再加 theta， 就再加七 sin 一百八十度，再加 theta， 就再 over 翻下面就会是三 cos 一百八十度再减 theta， 就再加。四 cos 二百七十度，再加 theta， 咁就当然等于一啦。嗱，咁而事实上啊，咁啊，我哋有四个 s u g a r to coffee 嘅公式咧，你要搞搞佢嘅。咁啊，第一个啦就系 sin 九十度加 theta， 咁啊，第二个啦就系呢个 sin 一百八十度加 theta， 咁啊，第三个啦就 cos 一百八十度减 theta， 而最后啦第四个就系 cos 二百七十度加 theta。嗱，老老实实咧，我就唔同你逐个咧画十字架，信主得够，跟住之后慢慢睇啲角度啊，默翻条公式出嚟，唔搞啦。咁我索性就直接用公式啦，好嘛？咁所以上堂都同你讲过嗰廿几条公式点样记㗎啦，咁所以唔喺度同你即係深究佢整出嚟啦。咁所以首先二我照写先啦。咁跟住之后 sin 九十度加 theta 呢，其实根据返 sugar to coffee 嘅概念呢，呢嚿嘢系 cos theta 嚟嘅。嗱，小心啲啊，唔好转错啊，转错下面全错㗎啦。咁当然呢度七啦，我照写啦。好啦，后面呢个就系 sin 一百八十度加 theta。嗱，如无意外呢 ,sin 一百八十度加 theta 呢就会等于负 sin theta。咁所以呢度出啦就系负 sin theta 啦。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就再落啦，就再 over 返。下面就会系三啦。跟住好啦，呢度你要转嘅嘢就係 cos 一百八十度减 theta， 而 cos 一百八十度减 theta 条公式呢就会等于负 cos theta， 咁所以呢度啦就会转负 cos theta， 就再加好啦四，我就照写啦。咁而事实上就再乘返 cos 二百七十度加 theta， 而 cos 二百七十度加 theta 呢，咁佢根据公式呢就係 sin theta， OK？咁當然呢撇嘢等於一啦。好，咁我哋執靚少少啦。咁啊，二 cos theta 我照寫，咁就正負就得負啦，就七 sin theta， 就再 over 翻下邊。咁啊，呢嚿嘢係咩嚟嘅咧？就正負得負啦，所以就係負三 cos theta， 就再加。四 sin theta 会系等于一。嗱，咁啊，我就不如将佢由除变成啦，下面呢个咁核突嘅 over 呢个成嚿嘢就系负三 cos theta 加四 sin theta 啦，由除变成成个隔篱。咁所以其实真系简单讲啦，就赖低个二 cos theta 再减七 sin theta 喺度，咁啊等于照写啦。一乘以成嚿呢一个调过去，咁即係而家啲讲啦，乘一就唔使理佢啦。咁所以呢边就剩返负三 cos theta， 就再加四 sin theta。嗱，咁而事实上啦，咁我哋
執靚佢啦，將佢減三個 cosine theta 調過去變加三個，咁所以即係兩個加三個即係五個啦，咁所以呢邊就係五個嘅 cosine theta。好啦，減七個嘅 sin theta 調過去變加七個嘅 sin theta， 咁所以喺呢邊啦，四個 sin theta 再加七個嘅 sin theta， 加埋就係十一個嘅 sin theta。咁而事實上啊，咁啊將個 cosine由乘變除除嗰隔離，將個十一由乘變除除嗰隔離，咁所以即係簡單啲講啦，五留喺度，咁就再 over 翻個十一，咁就會係等於呢一邊啦 ，sin 留喺度 ，sin theta， 咁就再 over 翻頭先都講過啦，將個 cosine 由乘變除除嗰隔離，咁所以呢一邊咧就係 cosine theta， 轉翻支筆先啦。好啦，咁啊，即係簡單啲講啦，我唔知你仲記唔記得有條公式啊，不如我喺呢度 mark 俾你啦，用綠色筆，好嘛？咁啊，喺我碌史裏面實有講過嘅，就係我將會用呢 tangent theta， 仲記唔記得係等於乜嘢啊？冇錯啦，就係等於 sin theta， 就再 over 返個cosine theta。咁就係呢個囉。咁所以我哋 highlight 佢呀，所以喺呢度啦，咁啊我哋直接转佢啦，等好咗喺边条转写啦，呢嚿嘢就係 sin theta 嘅 cosine theta， 咁啊呢度你会睇到等于 tangent theta 啦，等好咗喺边条转写嘅情况底下，即係呢边係 tangent theta 啦，咁而右手边就係五再 over 返十一，咁我哋有呢嚿嘢喇噃，咁不如我就叫佢做星星啦，你都冇得喐㗎啦，原来咁大劈嘢俾我哋，係咪即係呢劈啦，最后做下做下做做做做到嚟呢度，原来就係星星呢、這个就係、是、tangent theta 等于5 over 11， ok， 咁啊我叫呢一页纸做 page 1啦，因为我都预知呢一页纸唔够做㗎啦，咁所以我都写定 page 1， 预备开 page 2， 继续做落去啦，好嘛，咁啊唔好逼你同一张纸啦，好 page 2啊，咁我哋继续去啦噃，咁啊分两张纸做，咁啊而家你要做嘅乜嘢呢，睇返 page 1呢度先啦，就係、是、你要做呢嚿嘢系几多啊嘛，係咪，咁所以我哋做啦噃。咁就所以而家我哋都出个结论啦 ，hence 嗱，我哋会睇到嘅就係而家或者唔好用 hence 啦，用所以啦，係咪悭啲位啦？我驚后面唔够位啊。OK， 嗱，你要做嘅嘢就係二 sin square 就 cosine 二 sin square 就九十度再加 theta。好啦，就再加就係7 sin square 就係180度再加 theta。 好啦，下面就再 over 返，好啦，咩嚟嘅呢，咁当然就係三个嘅 cosine 二次，呢个就係180度啦，就再减 theta， 就再加四 cosine 二次270度，再加 theta。好啦，咁啊，我哋嚟噶啦噃，咁亦都系啦，有四嚿嘢你要转啦，就系、是、根据 S equal to coffee 啦，你要识嘅就系呢条公式啦，就系、是、嗱，唔好理个二次先啦，当时人高睇唔到啦，就系 sin 九十度加 theta， 你要转呢个啦，你亦都要转呢个 sin 180度。加 theta 啦，当个二次睇唔到啦，呢条啦，仲有就系个二次你当睇唔到，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是、cosine 180度减 theta， 咁同埋仲有就系当个二次睇唔到啦，你当睇唔到之后咧就系、是、cosine 270度加 theta， 就系要转晒呢啲啦，咁所以如无意外啊，咁啊第一个我转嘅就系喺呢度，嗱如果我转嘅话咧，个二我就照写啦，咁啊呢一嚿嘢啦 ，sin 90度。加 theta， 我当个二次睇唔到啦，就会系等于咩呢，就系cosine theta 嚟嘅，咁所以呢度有个二次喺度，咪就系 cosine 二次 theta 咯。OK， 就再加七乘，乘乜嘢呢，咁啊，当二次睇唔到先啦。点样处理个 sin 180度加 theta？ 佢就系负 sin theta。咁所以因为你有二次，咁所以就系负 sin theta， 就成嚿嘢二次啦。好啦，下面就 over 翻。咁啊，画好少少啊，下面就 over 翻。好啦，咁啊呢一度就系
3啦，就再乘以，当我二次睇唔到先，就係睇 cos 180度减 theta。咁啊 ,cos 180度减 theta 呢其实係咩嚟嘅，就係等于负 cos theta。好啦，咁啊成嚿嘢二次啦，就再加就係4再乘以，好啦，咁啊当二次睇唔到先处理呢个先啦，就 cos 270度加 theta。嗱而 cos 270度加 theta 呢正正就係 sin theta。咁所以就係有个二次喺度啦，所以 sin二次 theta 啦，转晒佢先 ,ok? 嗱咁啊慢慢转咯噃，咁跟住之后呢度呢我再转嘅情况底下呢呢嚿嘢就会係处理啲正负好先啦，就係2 cos 二次 theta, 正负得sorry 啊，嗱呢一个呢就係、有个负喺度啦，咁所以负 sin theta 再嘅意思即係负得正 sin theta 乘 sin theta, 咁即係 sin 二次 theta 啦，咁所以就係加7 sin 二次 theta。好啦，就再 over 返下边，咁啊下边我哋继续慢慢整靓佢啊，斗靓佢啦。咁呢嚿嘢成个负 cos theta 嘅二次啦，负得正啦 ,cos theta 乘 cos theta, 即係三个嘅 cos 二次 theta。好啦，就再加四个嘅 sin 二次 theta。嗱我哋慢慢处理佢喇噃。咁啊如果我继续处理嘅话呢你俾我啊，我自己会点处理呢，不如我将佢哋全个上边同下边嘅分子分母呢分别我就除除个 cos 二次 theta 俾佢啦，好吗，如果我全部上边除 cos 二次 theta, 下边又除 cos 二次 theta, 咁即係简单啲讲啦，或者我唔跳步啦，好吗，咁因为有啲同学驚，我驚佢唔知我又做緊乜啊，咁啊主分数线喺度。OK, 嗱咁啊先处理第一嚿嘢先，就係、上面呢、這个。咁就係我会喺呢度啦，就係2 cos 二次 theta, 我照寫啫，就再加7 sin 二次 theta。嗱我喺上面做个小手脚就係 over。cos 二次 theta。咁啊下面一样啦，咁我照抄啦，就係3 cos 二次 theta。再加四 sin 二次 theta, 咁就再 over 翻下边，就系 cos 二次 theta。嗱，如果我哋上下都除个 cos 二次 theta 系得噶嘛，系咪？等于冇做过嘢嘅啫。咁所以喺呢度咧，如果我哋约一约拣嘅情况底下咧，咁我点约啊？因为呢一嚿嘢可以派俾佢两个相除。咁所以係派过去呢个先啦，就係 cos 二次 theta, 大家上下约咗啦。咁上面就会变咗做咩嚟㗎呢，就会变咗做二啦，係咪呀，好啦就再加。好啦呢一嚿嘢就係呢嚿，就会係七再乘以就係 sin 二次 theta, 就再 over 返。cos 二次 theta, 好啦，而下面就主分数线喺呢度，就再 over 翻乜嘢呢，好啦，咁啊留意翻喎，呢个 cos 二次 theta 派俾呢个先啦，就系约咗佢，咁所以约咗嘅情况底下就系变3，好啦，就再加，好啦，呢一度就系将个 cos 二次 theta 派过嚟呢度啦，咁即系简单啲讲，就系成嚿就系4再乘以 sin 二次 theta。就再 over 翻，就係 cos 二次 theta。嗱咁而事实上啊，喺呢度咧，应该你都仲记得啦。我喺前面应该有冇提及过啊？应该有喎、啊，系啦，就係、呢个。记唔记得有条咁嘅公式啊？喺 looks 嗰度就係 tangent theta 就会等于 sin theta over cos theta。嗱，不如我将佢摆喺度啦，等你知道我用紧啲乜嘢啦，好嘛？嗱，我将会咧就係、用呢一条公式啦。咁啊，嗱，你会见到啦，呢嚿嘢其实就係 sin 二次 theta 再 over cos 二次 theta， 系嘛？咁所以其实有个二次喺度，不如我哋就整靓少少先啦，就係、二，就再加七。嗱，老老实实啦，咁你咪可以抽个二次出嚟咯，就係 sin theta over 个 cos theta， 就成嚿嘢二次，系嘛？就再 over 翻。好啦，下面就将会系3，就再加4，再乘以
sin theta 就 over 翻 cos theta 就成嚿嘢二次。嗱，咁頭先都講過啦，我將會用呢條式噶嘛。咁其實 sin theta over cos theta 咪就係 tangent theta 咯，即係呢嚿嘢 tangent theta， 呢嚿都係 tangent theta。咁所以我就轉佢咯噃。咁即係呢嚿咧就係二，就再加七。咁呢嚿嘢就係 tangent theta， 外面有個二次，即係 tangent 二次 theta 啦，係咪啊？咁就再 over 翻。好啦，下面就會係三，就再加四。咁啊，呢嚿嘢就係 tangent theta 啦。咁當然有個二次，所以咪就係 tangent二次 theta 咯，系咪？嗱，唔好忘记啊！希望你仲记得啦。头先我喺前面嗰页做过啲咩啊？嗱，留意翻咩叫 tangent theta 啊？你睇下星星，系咪啊？原来就系五 over 十一嚟嘅。咁所以我哋将个五 over 十一压翻落去呢个 tangent theta 度，压翻落去 tangent theta 度。咁所以即系简单啲讲啦，呢嚿嘢将会系乜嘢咧？就系、是、二，就再加七。呢嚿嘢就系五 over 十一啦，就成嚿嘢二次。哇，好得啦，写好啲先。就係5 over 11， 就成嚿嘢二次啦，就再 over 返。好啦，下面就会係 3， 就再加 4， 咁呢嚿嘢就係5 over 11。就成嚿嘢二次啦，咁所以如无意外，你计数机而家都好劲噶啦，你全部揿晒机咧，应该出到一个靓数出嚟嘅，都唔系几靓嘅，即系少少啦，就系、是、一个靓靓嘅份数啦，就系、是、叫做上边系四一七，咁啊下边就系 over 翻，就系四六三。咁就成件事解決咗㗎啦 ,ok, 得唔得？嗱好啦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問題啦噃 ,ok? 嗱呢個就係 page 1嘅詳細答案。嗱咁我就做緊乜嘢呢，就係將佢俾我哋嘅資料呢拆佢出嚟，睇下最後整咗啲咩出嚟。原來就整咗 tangent theta 等於5 over 11,ok? 咁跟住之後就攞呢個星星呢個資料 tangent theta 等於5 over 11嚟用啦噃，就係、是、喺 page 2呢度詳細答案下半部分。咁啊砌到個原來關 tangent theta 事嘅嘢，咁你咪 at 翻曬五 over 十一落去，最後出呢個答案咯。OK， 得唔得？嗱好啦 ，check， 即係睇下有冇問題咯。如果冇嘅話咧，我哋今日到呢度噶啦。好，咁就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啊。嗱，希望下次有緣嘅話，我哋再見啦。嗯，拜拜。